移动测量系统，可根据不同的需求和环境，有多种载体承载，完成各类数据采集。在三维激光测量系统，可根据预先制定好的路线进行沿线数据采集，操作简便，作业高效，采集处理过程全自动化。外业采集的数据，在内业生产部门经过提炼、加工、生产，发布成最终的应用成果数据。整个过程高度自动化，极少的人工干预，作业过程高质高效。最终的成果数据可应用在不同行业、不同平台，与客户原有平台无缝整合，最大程度地增加系统的可重用性。